2400米嘅一級賽，六匹馬入曬閘，隨時起步啦，準備。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出得快少少咧，就影成大坑啊！睇下會唔會跟前啲啦。咁外檔嗰邊唐尼睇嚟都有啲機會想放，但係內檔嗰邊啲馬都唔慢得曬嘅。預滿杜拜盡述情懷啦，月正滿天咧，暫時就留喺後邊啦，眼目全程嘅攝咗埋內檔嘅。好啦，跑咗200米到啦，咁啊影成大坑咧，咁啊今次咧就自己帶啦，可能大家都唔想帶啊，焗住自己走先咯噃。咁啊內檔嘅預滿杜拜暫時要輕一輕住嘅，咁啊外檔埋緊嚟咧，仲有唐尼噶，然之後盡述情懷守住第四，咁跟住啦，眼目全程就守住尾二位置啦，包緊尾暫時。就月正滿天嘅，好啦，咁啊過第一次終點啦，入第一次彎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就影城大亨咧拍住唐尼，睇嚟唐尼都要走上前面放啊。貼欄第三就預滿杜拜，二疊第四咧就盡述情懷，咁跟住咧仲有眼目全程啊，包緊尾咧仲係月正滿天，咁啊暫時形勢就冇大變嘅，頭尾馬距離六個馬位唔夠嘅，好啦，一路轉啦，轉到對面直路咁滯噶啦，咁前面帶緊頭咧唐尼咧暫時單騎帶到出嚟咯噃，盡述情懷喺外檔冚咗上嚟第二位，咁啊守住第三影城大亨，頭先少少搶過口嚟嘅，然之後。內檔有預滿杜拜，未眼目全程咧，暫時仲喺尾二位置嘅，包緊未仲係月正滿天啦。咁頭尾馬距離保持都係五六個馬位之間啦。好啦，咁仲有咧就跑咗，仲有咧1400米途程啦，已經走1000米途程到先翻到終點嘅。咁啊帶緊頭咧仲係唐尼嚟嘅，咁啲盡述情懷上到嚟啦，都係有啲搶口喎。首先第三位影城大亨啦，拍住個內檔係預滿杜拜嘅，然之後就眼目全程包緊未月正滿天，見到婆可立好定嘅啫，都未使騎住，頭尾馬距離保持都係五個馬位啦。好啦，仲有1000米途程唔夠。翻到終點咁滯啦，咁前面帶緊頭咧，仲係唐尼咧帶緊頭嘅，咁守住第一位係盡述情懷嘅，跟住第三位咧就預滿杜拜內檔攝咗上嚟啲啊，咁反而影城大亨啊褪咗落第四啦，尾二仲係眼目全程啦，包緊尾嘅月正滿天咧都跟翻貼大隊啊，頭尾馬距離縮短咗啲啦，四個馬位到嘅啫，一路轉緊彎啦，向住就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咁前面仲係唐尼控制住個步速嘅，守住第二位盡述情懷，咁啊貼欄第三就預滿杜拜啦，咁外檔上嗰啲咧就影城大亨啦，出定最外碟咯，月正滿天睇嚟都係決心走到最。外檔噶啦，包緊尾就眼目全程嚟嘅。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邊咧暫時咧就盡述情懷，外檔咧就透出咗少少啊！哇，大隻月正滿天，撳住都上到嚟啦。內檔個預滿杜拜啦，跟住上緊嚟就眼目全程嘅。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咧月正滿天有半個馬位優勢，預滿杜拜追佢啦，盡述情懷就攬嘅。內檔上啲眼目全程，但係前面咧月正滿天咧一路咧都 hit 住呢只嘅預滿杜拜，睇個勢咧月正滿天會贏啦。佢先第一名月正滿天，第二名嘅預滿杜拜，盡述情懷第三。眼目全程就第四嘅，月正滿天啊！龐可立捧走咁解啊，巴登大賽啊，咁啊預滿杜拜追唔到啦，咁啊一二 Q 都冇得走噶啦，都係呢場佢沿途喺後邊睇準時機，一鼓作氣。由後面追上嚟，好啦，咁啊睇嚟咧就真係現階段嘅德國最佳長途馬，月正滿天贏咗今屆嘅巴登大賽嘅，我哋睇重播。級賽六匹馬入曬閘，隨時起步啦！準備頭尾馬距離縮短咗啲啦，四個馬位到嘅啫，一路轉緊彎啦，向住就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前面仲係唐尼控制住個步速嘅，守住第二位盡述情懷，咁啊貼欄第三就預滿杜拜啦，咁啊外檔上嗰啲咧就影城大亨啦，出定最外碟咯，月正滿天睇嚟都係決心走到最外檔噶啦，包緊尾就眼目全程嚟嘅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邊咧暫時咧就盡述情懷，外檔咧就透出咗少少啊，哇！大隻月正滿天撳住都上到嚟啦，內檔個預滿杜拜啦，跟住上。跟嚟就眼目全程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，諗喺前面咧，月正滿天有半個馬位優勢，預滿杜拜追佢啦，盡述情懷就攬嘅，內檔上啲眼目全程，但係前面咧，月正滿天咧一路咧都 hit 住呢只嘅預滿杜拜，睇個勢咧，月正滿天會贏啊！佢先第一名，月正滿天，第二名嘅預滿杜拜，盡述情懷第三，眼目全程。This race, I love it, I really love it, and I'm so impressed about this horse. Thank you so much, Rene, and here we go, and you can tell all the owners, this is a massive syndicate. 龐可立啊，當然好開心啦，贏咗大賽啊，咁啊，亦都好中意呢匹馬月正滿天啊！唉，佢哋人馬最佳拍檔嚟啦，贏打比啦，佢哋啊！啊，下一站好大機會啊，再跑全滿啦，應該都好大機會。上年佢就可能欠啲火候啦，第一次佢跑過海全部大賽㗎啦，佢已經最好大機會跑啦，當然啦，贏唔贏得啊？當然對手再強都不知幾多級啦。唔係喎，名戰古城唔喺海全部出現，你唔敢話佢唔得㗎喎，真係。名戰古城應該就喺美國嗰邊啦，佢哋中意去美國喎。好啦 ，S 嘅第五場跑第一名二號嘅月正滿天，第二名嘅一號嘅預滿杜拜，第三名五號嘅盡述情懷，第四名嘅六號嘅眼目全程。
過就咁啊，即係暫時睇完正滿天咧，德國佢梗係巴閉啦，去法國就麻麻地，佢唔止跑過全盤大賽，跟你咁標佢都包尾。即係會唔會呢啲係主場王咧？都唔奇啊。或者對住好少少嘅馬咁，都係輸啲卡士啊。唔係你，因為你依家都係贏完滿道拜啫。原本杜拜都大致上跑啱曬啦，都交出自己水準。不過冇啦，你睇入彎直路初嗰個勢，越正越跳好勁啊！真係真係好勁，影城大亨都比預期中跟前咗，但係都冇啦，真係差啦，真係差啦。咁但係呢啲馬，如果你翻德國二三級啊，好容易揾到食嘅，我相信啊。要換過啲對手咯，對住呢啲一級嘅都係，真係估唔到啊！打比輸比完正滿天，即係依家兩雙方差距咁大嘅，因為當時佢第二之後嗰個進度真係大家都唔同。好啦，嗱，德國嘅賽事咧就已經完曬噶啦，咁嚟緊嘅賽事，餘下呢四場賽事咧，大家留意啊，係法國巴黎龍上馬場嘅賽事嚟嘅，全部都係 S 三嘅，係啦。月正滿天導贏派$31，位置派14.5，跑例二名以後的魚滿導派位置派$14，跑例三名5號的進帥情懷，跑例四名是6號的眼目全程，苗位一搭二派$24，二重一順序2號一號派$59，三重一順序2號一號5號派$124，單鐵一號二號5號派$25，咁啊呢場都係冇位置 Q 嘅，咁啊四條萬一號二號五號六號派$23。四重一順序二號一號五號六號派$254。S 嘅第五場巴登大賽已經覆蓋完畢，派彩作實噶啦。跑第名係耀嘅月正滿天導贏派$31，位置派14.5。跑第二名係耀嘅魚滿導拜位置派$14。跑第三名係五號嘅進術情懷，跑第四名係六號嘅眼目全程。苗位一搭二派$24，二重一順序二號一號派$59，三重一順序二號一號五號派$124，單鐵一號二號五號派$25。呢一場係冇位置叫派彩嘅。四連環一號、二號、五號、六號派$23，四重一順序二號、一號、五號、六號派$254。第四個孖寶頭關十二尾關二嘅正獎派$314，柯偉獎頭關十二尾關一派$45。至於德國賽事嘅三寶啊，頭關六號、次關十二號、尾關二號嘅正獎派$859，柯獎頭關六號、次關十二號、尾關一號係派$184。好，現場睇緊呢個四號大賽嘅賽事完成時間2分28秒03，頭馬二馬一又四分一馬位，二萬三馬3.5馬位。